背着，然后放在车上，我觉得放地上吗？还是放给他做一个座位好了。闻那个包包的味道，那个是财富自由的味道。对你来说是皮，对我来说那是财富自由的味道，那不一样。包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还希望他不要拿去变卖。像我有些朋友，比如说像张清芳芳姐，那因为她也是包包的爱好者，哇，她没有来恭喜我得奖，她就问我说，那包包怎么办？包包现在怎么处理？我说，哎，阿纪啊，你先恭喜我得奖，怎么关注的焦点全部是我要送包包的这样子？对对，大家都来帮我，我本来也要找新梅姐，后来哎还没有找到新梅姐，事情就解决了，真的啊。后来不小心送的是蓝色的嘛？哦，对对对对，蓝色的英文怎么拼啊？对。B L U E 竟然有 Lulu 的 Lu， 网友真的很会掰啊！ B 就代表 Birkin， 哦耶， Birkin， 哦耶，对，那 E 呢？没有想到，好啦， E 卡，烂死了！在讲感言的时候太紧张，忘记谢谢他们。对啊，我广告的时候我懊悔到不行，我说天哪，我真的是可以去死一死，真的丢脸到不行，很蠢哎。我反而比较在意的是明年会不会有婚礼歌手三，因为我们每这两季发的非常的辛苦，拜托了，其实希望这些艺人什么姓周的啦，或者姓徐的啦，哦，多帮忙一下。就是真的，我们很难发通告，因为那个录影要录一整天。所以前26集有来的歌手，我们真的是真心感谢。我们要下跪，那谢谢。包包这样背着，然后放在车上，我觉得放地上吗？还是放给他做一个座位好了？给他做一个座位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对跟他相处，我还在学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搞成这样了，爱马仕不找我们去做活动，那太过分。然后因为我有一柜就是放我就是收集的包包，然后就弄得很漂亮这样，我就把它放在正中间，这样哇，现在就是镇店之宝。还要闻那个包包的味道，那个是财富自由的味道。对呀，说是皮，对我说那是财富自由的味道，那不一样。那可能我没有说他也要一个。这个就很有趣，其实耿如对爱马仕是一点 feel 都没有，所以我很幸运。那当天金钟奖下午，我才买了一张画给他，那个惊喜，他这样整个少女的雀跃，这样跳了30秒，讲不出话来。朋友就问说，哎，那你送你自己什么？对耶，为什么我送一个给太太，送一个给弟弟？对啊，我什么都没有送给你，因为我们大家给你的爱啊。好，谢谢。今后你的价格依旧不变吗？不变。他敢变，他已经比我高了，还要哪有？要赢我就要赢我，我明明就没有。我 CP 值最高，钱少事情很多，我都很愿意。人家都代言那个百万名车的，对 BMW 代言人，对对，代言蒸汽眼罩，他代言的是百万。我那个一包200-300块，他那个一台200-300万，他还跟我说，哎，还是你就会送，你代言了一台别的。真的就是说，如果你回了一台车，我是可以接受。好，我去跟他们一个包换一台 BMW， 非常合理。代言费是，我们一起讲啊。不要，我也不想听，我怕会伤心的。好了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散会，好热哦，除了这边冷气可以开心一点吗？讲真伤感。摄影协会，真的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秋杰，摄影工会，摄影工会，秋杰，那怎么会这样子？秋杰。